12月31日是台东卑南族南网部落一年一度的大猎祭与年祭的庆典。台东市长陈建阁特地前往参加此盛会。这种环境，这环境的意志，意志，意志，身体要保重，你要好好照顾啊。要在家里也要互相照顾一下啊。美丽的土地，风情的文化，就是台东的优势。台东市公所袁林克3H杜志刚报道。